们有看过很多 YouTuber 啊，他们拍摄我们的炸鸡也是不错。我想我们炸鸡有很好吃，错，你跟我们买过。做多少年了？我做了1年多了。一年多啊？啊，这个做了很久的。哦，这里才卖一年多啊你？我卖一年多，但是这边不一定卖一年多了，他们多年了的这里。哦，你才刚刚来卖一年多而已啊？一年多。以前呢？以前是我的老板卖。哦，你老板。啊，我老板。现在你是自己哪来卖啊？我是打工的。哦，你也是打工啊？我也是打工的，他工人打理就可以了咯，他不用去卖啊。嗯。工人打理一下子就可以了，因为他负责炸鸡，我就负责卖，很简单的。他在这边卖很多年了。啊，他就别地方还有卖。很多人会跟他买，因为看这个招牌就很多人会买呀。别地方有卖吗？有，九合街啊，还有幽景镇、武陵源。还有那个大学城，我们这个星期五有大学城都有。把炸鸡腌好来啦，放下去炸一下。腌好了，它就可以，我们就弄容易弄了。老板，你已经腌好了吗？别地方有卖，同一天别地方有卖吗？没有啦。我们只有幽景镇大学城，还有富林园一档而已啊。一档啊，还有很多地方啊，万一我们还有。来，
三块，一片三块钱。哦，一片三块啊。价钱都很便宜。鸡腿全部都一样啊。全部都一样价钱。嗯，阿妈要吃啊。便宜了三块。来一片啊。两个，OK， 来机会啊，因为分开来比较容易啊，你们也容易找。对啊，鸡胸就不用分了，因为鸡胸跟鸡腿你们都看得清楚的。鸡胸，哎，那嘛，鸡胸。买个鸡胸来了，哦。鸡胸吗？Yeah.
骗你的话，走去天哪，那你。